也是2019微博最受期待剧情电影，请看大屏幕。微博最受期待剧情电影，扎根生活，汲取创作灵感，邓超、俞白眉联手打造中国式父子故事。在高度还原的时代背景下，关照典型家庭关系。电影定档，视频播放量超2000万。微博最受期待剧情电影《银河补习班》。恭喜《银河补习班》，有请邓超、俞白眉、白宇、孙熙伦、冯泽昂上台接受荣誉。同时，掌声有请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先生为《银河补习班》颁发荣誉，有请。祝贺祝贺台上所有的电影主创，我们有请我们的荣誉颁发人为银河补习班颁发荣誉。好，也请王总和我们主创一起合影留念。好的，谢谢王总，王总先请休息一下。